民国72、73年，就那时候上人就是为了要盖医院，就把访视交给我们去看，然后因为早期个案都是上自己去看过的，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上人还会特别叮咛说对这块阿回地爱注意什么所在。那我就从上人在做事里面发现说，很多事情不要因为他感觉是小小的，还是要很注意的去把它做好。谢谢。后来我去接独老这个区块，新来的师姐或师兄他们不太会去陪伴，我也会陪他们一起去。这个家庭很弱势哦，然后我就跟他说，对于新个案的时候，你在谈的时候就不能去问人家说，哎，你们家有谁谁谁，这样好像调查户口哈，就是先从生活面啊。啊，你家里一个大，你好不好？什么什么？然后你这样子一段时间以后，他跟你关系很好，他自然会告诉你他的情形。哎，本来我无看到你哦。师姐里面有什么东西啊？里面有，我都每次来都给他带一点点水果。一个人家，对，因为三姐无伊无听去，爱用下。独老关怀已经22年，因为你希望讲每一个老人先拢会变好啊，那我就要把我所学的，我要好好的给后辈的师兄师姐学习。后来我就讲，我那真正老到做袂赢，这个部分还是可以做得很好啊。再见，再见。